弹的啦，它真的超级弹的。然后呢，它连领口都可以拉，它拉椅子、拉斜肩、真的拉正常穿都可以。对，而且因为你看我其实肩宽，我刚刚有说我肩宽其实蛮宽的嘛，我肩宽39，我这样穿也是 OK。没错，它有点偏宝蓝色，但是又没有到那么浓。它就是有点砖红色，我们每次上架这个颜色的背心什么都卖很好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变超白，真的。而且这个拉衣自己超好看。它会让你看起来肤色变亮，它是长版到屁股的一半，这个你们不扎也可以啦，就直接配牛仔裤绑也看起来很瘦，这个绑起来会变超级无敌瘦，我超喜欢用绑的，就你们的腰整个就是会变得蚂蚁腰，蚂蚁腰，这个螺纹啊真的超级大弹，这么弹好，然后呢它又不会透，它其实摸起来有点冰冰的，冰有点冰凉冰凉的、它是豆粉色，大家最爱的，这真的很值回票价，不论是胸部多大或者是肩膀多宽，然后它是螺纹的料子，这料子有一点微凉微凉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